想吃饭。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小胖，开饭了。你也太慢了。吃饭不是真积极，上期视频小伙伴悄悄告诉我要增加难度，想看你挑战一天只吃独特风味的香港美食。那香吗？那什么呢，小伙伴们都答应了，要能挑战成功，他们肯定带着全校同学来给你点小心心。我的意思是那肯定没问题的了。老饭要吃好，就给小胖来一碗热乎的港式鲜虾云吞面。是这个味儿。到了午饭要吃饱，先给小胖安排一碗港式叉烧包。哇，哎呀，然后再给小胖安排一小盘咖喱鱼蛋垫吧垫吧。哇，晚饭要吃少，就给小胖安排一个香港特色鸡蛋仔呀。今天吃的真是豪宅来呀。还有更豪宅来的呢，赶快邀请身边达人加入抖音，成功加入即可100%获得抖加和曝光奖励，快来搜索新探官，成功报名即可获得抖加哦。来吧。